先打开直播间看看有多少人。打开直播间，等大家进来之后，我们再打招呼啊。是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双平台在直播，一边是微博的直播，一边是我们的 Z 世界的直播啊。现在进入十万八千里官号，OK。OK，你有了吗？对了。好了，有人了，有人了，我们可以打招呼了。来人了，来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十万八千里的直播间哈，我是陈欢。Hello， 大家好，我是BoYuan，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的，现在呢，先跟大家来预热一下哈，预热一下。我这个 Z 世界好像还没有看到。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好。哦，有了，来了。欢迎大家啊，我们现在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好不好？在哪里？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直播预告的时候已经发过了，我们才知道。原来愚蠢的只有我一个，是吧？然后上直播预告写在我们猜点了，是道具。对，我想我在哪儿？对，我刚设置好久，我想一开始跟所有的网友说，哎，你看我们这在哪里？为什么要用到这个？结果，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了，都知道了，是吧？因为反向比对啊，从节目里一直延续到生活当中，是吧？天哪，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在哪里吗？来打开公屏上吧，配合一下吗？不知道，配合一下，你们猜一下我们在哪里？全网陪你玩这个游戏。看看，当时你在羊驼雍庄，你知道这？知道，连羊湖都知道，天哪！哦，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我来说啊，对，他们在配合我们的表演。哎，他们不知道，不知道，大部分不知道啊。哎，有存在感了，有存在感了。哎，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哪儿啊？现在这个地方呢，需要吸氧，因为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海拔低的地方到高原地区。对对对，这里是雪域高原，雪域高原，平均海拔4000多米啊，有。我们也去了4000多以上的地方了，对，我们最高去到4677米的地方，对，就是羊湖。羊湖，哎，所以哎，博远，大家应该猜出来我们在哪了，对吧？所以我们在哪里呢？请打在公屏上，好，谢谢大家配合。对，我们卖个关子，吃牛肉看不见在哪啊？兄弟们在那边，你们看不到，只有你能看到，我能看得到。我叫徐瑞的鬼影，哎，别喊，你是我唯一肉眼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兄弟，你也要走不行啊？来，大家猜一下。把我们十万兄弟还有其他的兄弟打在公屏上，还有谁？好不好？你们先不要过来，好不好？先不要过来，控制一下，先不要过来。你们猜还有谁？来，还有谁？他们知道吗？问题是，刚刚有评论在说让博远轻点笑，怕等一下要吸氧。啊，我还可以，我已经好了，我好了，就跟着我得了精神病说自己好了一些的。84度啊，就我边穿这么白，里面白也就算了，外面还白西装白西装啊。小五这么拍，他一定是个很公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说到黑点，还有另一个人、哎、哦，谁？台风有个包青天，所以他是黑白分明。广东有个吴嘉诚，哎，小五啊，来，小五让他说两句吧。吸氧了你。啊，对不起啊，他实在是高原反应，因为这两天高原反应特别严重。对对对，他原本想说两句的，但是现在说不了。你歇会儿，你歇会儿，歇会儿吧，你歇会儿，歇会儿啊，好好待在你的里面。所以小五就是我们的十万兄弟之一。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哈，黑白的身体消失。啊，消失了吗？白的身体消失，我天哪，过度曝光，真的。小五，你知道为什么要穿白色？后来我懂了，他穿白色是为了晚上出门方便。哦，要不然完全看不到他。有道理，他穿个黑的，要不然就只有一排牙在那里。对，他每次出门打招呼就一排牙在那里。看他，谢谢我们太对他太不好，实在是。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位啊，哇，这他在身高界，在我们这个绝对是说，哎，不要让他走，让他走啊，我们在一起。小五怎么走了呢？说你几句坏话，你知道吗？但是小五真的只有一张脸，很好啊，给他脸，给他脸，不给他脸，对，给他脸了。十万兄弟要永远在一起，给你脸你还不要，真是，哎呀，给脸不要脸不行啊，小五啊，对对对，啊，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位啊，是我们这十万兄弟群里面的身高担当，真的，我们十万兄弟群每个人的膝盖都不太好。因为他每一次都跳起来打我们膝盖，是的，有这么狠吗？真的，每一次他跳起来，我今天膝盖还嘎嘎疼呢，真是的。好，我们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了哈，来了，来，3、2、1，来了，妈哎，打到小五吗？对不起，又打他的膝盖是吧？来，欢迎一下武艺。好，大家好，我是武艺。我是武艺，大家好，大家好。哎，好，来打一下膝盖，来打一下膝盖。好了，好了，好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就其实十万兄弟蛮优质的，而且今天两位我们兄弟团的成员来了以后质感都不太一样啊。他是立体的，你看柔柔软软的。对，他是平面的，就是在后面反光的。是的，非常好。就有人站着呢，有人就要跪着了啊。是的。跪着直播，五一跪着直播，五一跪着跟我们直播。哎，他本人知道了会开心吗？啊，对。然后呢，
武艺其实我们上一季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在德哥，德哥哎，成为了好兄弟了。对的。然后这一期呢，我们还有新朋友，新朋友。刚才其实大家已经全都知道了哈。对，有，你们都已经刷出来是谁了？哎，那希望播出的时候，小唐，小唐，哎，唐九州，唐谁谁，唐九州，九州，哎，九州原来今天要跟我们一起直播的，因为他自己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哈。但是也请大家关注我们《食万八千里》这个节目，嗯，就会看到唐九州。还有一位朋友，哎呦，了不得了哈！嗯，这位朋友跟我们录影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西藏这里的老百姓一看到他，哎哎哎哎，你是不是那个糖？那个什么糖？对，巧克力糖。嗯，这两天都晒黑了，这个紫外线太强烈了。孟鹤糖，小孟，我们孟小孟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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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孟老师不在这儿，知道啊？小孟老师啊，孟哥。他呢刚刚跟我们录完节目这一站，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录了两天了。对对对，录两天了，连录两天。对，他现在去赶工作了，他又飞到青岛，后面有一个专场，专场啊，期待这波广告免费的啊，孟老师，后面您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啊。然后呢现在此刻呢正在收看直播的是大家通过这个微博的直播。对啊，我们先跟微博的朋友打个招呼，你们好。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对，我是食万兄弟团，谢谢。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冠名商啊，然后因为这个节目呢是几个冠名商冠名的，还有呢，哎，另外一个平台是什么呢？哎，另外一个平台呢，我本要隆重介绍一下，隆重介绍一下浙江卫视节目主持人，也是十万兄弟之一啊，啊，就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APP 叫做 Z 世界，佐罗那个 Z 世界，对，它是视听新物种，大家去下载就好了，一定要去下载。因为在 Z 世界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像天赐啊，像十万啊，哎，我们都有参与嘛，对不对？我们的特别是十万八千里面所有的新鲜的物料都能够看到，所有的十万兄弟都能够看到，去下载它，好不好？爱你们，比心！而且在 Z 世界的直播多多互动会有惊喜哦。对对对，一定要跟我们互动啊！嗯，现在博远打开的是微博的新浪微博，对，我打开的是 Z 世界的这个直播啊，所以我们都能够看到，请跟我们互动起来，各位，我们看看我们这个直播到底是真直播还是假直播啊？大家来打一波十万八千里，好不好？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好，我们该不会是个假直播？不是预录啊啊！所有的网友没有人跟我们互动，那就是个假直播呀。我们刚刚有很多网友，你这没原则，没原则，什么叫都可以？这是我们在直播呢，你这个人。好，我目前看弹幕来讲，大家是选 B 的比较多哦。啊，早起的吗？啊，嗯，不是早起啊，就是对早起。A 是三点，对，晚起。B 是六点，来我看一下两位的选择，来三二一，两位完全不一样。哎哎，我们有时差吗，朋友？博远，是有时差啊，我们有时差吗？我们来解释一下各自选择的原因，好不好？就你举个例子啊，哎，比如说我今天预约布达拉宫的票是早上七点的，哎，是，你说你去到下午三点，我今天预约不了，我们三点后走了就白预约，笑话吗？你是来工作的，预约什么布达拉宫啊？我们自己玩再去，这例子不行，这显得我们不敬业。举个例子，显得我们不敬业，就是有些旅游地方是有时间要求的，嗯，所以呢，不希望他睡到下午三点。对，我跟你讲，跟他解释一下啊，就博远嘛，他是工作太久了，太密集了，总想着去放松一下，去旅游。其实他是个工作狂啊，我们其实最崩溃的就是 B， 真的，我们现在录十万八千里，有哪一次好好睡过一个整觉了啊？第一季的时候，前一天录到十二点半，晚上十二点半哦，我们回酒店了，导演跟我们说你们好好睡哦，明天我们三点出发。我们讲哇，睡得这么少吗？下午三点，他说没有啊，还有两个半小时就三点，凌晨三点，像话吗？不过那天我们为他带来了美味的水蜜桃。对对对，但是后来一直保持这种传统，再也没有三点了，嗯，基本上是凌晨六点，他发的通告是七点，我们六点就要起床。是的，录一整天不崩溃吗？太崩溃了。所以刚刚这段话是说给我们节目组听的，不然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好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第一轮默契是没有达成的啊，我们考验的是默契，是吧？那当然，不然呢？不是发牢骚是吧？对呀、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题啊，刚刚就是一不小心没有达成默契，并且说出了心里对节目组的不满。好，第二题啊，没有，难得很，真是的，让我们早睡早起，对啊、身体棒，对啊，哪有这样的节目？带我游遍大好山河。对呀、啊，我们自己哪有时间去祖国各地啊？对啊，对，而且是去每一个城市，我们可能自己就到不了的地方。是，而且我们通过节目啊，推荐给观众朋友知道哪些地方好玩。是我们与有荣焉，而且吃的绝对是很好吃，很好吃的，很有当地特色的。要不得，导演万岁万岁！刚刚聊完这一趴之后，底下弹幕都在说惩罚他们，这么说还不惩罚他们？没有，我们有点延迟啊。好的，后面那段找不到话，你没有听到，我们已经找不回来。朋友们，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这一站是六点起床，下一站保证五点让他们起来。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了啊。出去旅游时拍到最多的照片是什么？A 旅行地的风景照 ，B 自拍和好友的黑照。好，好。好了，答题就结束了吗？结束了，这次保证默契。好，都没看过。三二一，你选 B 啊？不是吗？哎，黄哥真的很喜欢用心。我就不看了啊。A 是正对面 ，B 旁边。我想一下这个问题。好了，这个纯看默契了。好，嗯，好，来，来，三二一，公布我。默契十足，真的，默契十足。这个你用过两次了，真的不能再用第三次。没有，他第一次用。对啊，一人一次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后面不再会有了。好了，也算你们算是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坐对面吗？因为是陌生人嘛。嗯，什么叫陌生人？也不算是陌生人，只是不那么熟悉的人。不那么熟悉，如果坐在边上，你知道坐在边上不聊点啥，好像有点尬尬。而且你玩手机的话呢，又怕声音会吵到他。对，你比如说看兄弟们一些黑照，又怕被旁边陌生人看到，那就很尴尬。是的，坐对面，哎，你看什么你都看不到，还有点空间。对，一切的秘密都在手机里，朋友们，你们知道的。所以坐对面没有问题，哎，应该坐旁边，所以我们一人坐他们前面。他问你这个菜好不好吃。两个翻译是吧？刚刚我看到弹幕有很多人说博远平时就是 I， 然后工作就会变成 E。哦，工作的时候当然是要把状态拿出来，对吧？对的，是的，给大家好的效果。好，下面这道题呢，真的是很多人都是会出现分歧的问题啊。嗯嗯，在吃粽子的时候，是爱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哎呦，真的不能再像刚刚那么写了啊！答自己的好吧 ？OK， 没有默契。A 是什么甜的 ？A 是甜的 ，B 是咸的。好 ，OK， 好，好，来，三二一，公布！真的，哎呦，默契满分，又占到了。一个梗用三次真的过了，没有，这次他多选题，他多选题。好了好了，我看一下弹幕，大家选什么的比较多啊？大家其实选咸的比较多，对对对对，大家选咸的比较多。我们那边是一开始最开始是听包不进去的那牦牛，那牦牛肉太大了，朋友们太大了。吃花椒粽我是挺佩服你的，朋友，这个。好，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下一题了啊。好，下一题是发朋友圈分享旅行配图的时候会考虑到排版吗？A 会按照颜色色系分布发布九宫格 ，B 不会随手发原图。那还用想吗？这个问题。嗯，来了。三二一，不用看，默契。这真的很默契，确实是答对了。真的，因为我们有彼此的朋友圈。每天跟，因为这个排版不错，这个排版稍微学一点啊，学一学没事的，这样真的，就是在美学方面我们还较真儿了。对的。好，我们这一轮的问题其实基本上已经问完了，但是呢，就是两位的一些特殊的回答啊，导致我们有很多次都是算是默契的结果，对吧？确实没很意外。那我们这一轮就算我们成功了，我们在最后一轮呢会有很多道题目，我们可以给你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哦，好吧。哦，还是在后面等着你。行行行。好，下面这一组问题真的就是来考验各位是不是有真的从就是原始的方面了解对方了啊？原始的方面，对，我们先从第一题是问给欢哥的，做好准备啊！以下哪段笑声是不属于博远的？不属于。对。哦，你们这样搞音频了是吧？也就是说有一段不是。对。其他都是一共几段？你告诉我。一共三段，四段。有一段不是。四选一，那段不是的。都有，然后。不能再看了，大家都大家不要说谁是，你们只要觉得谁不是，一二三四，谁不是，好不好？给我五秒钟，你只是帮我判断，最后的决定是我，好不好？这么说，我心里面的判断。来，谁不是啊？谁不是？谁不是？我真的，我做梦都能梦到那个博远的笑声，我怎么听了一下把我恍惚了，把我听懵了？哎，我在隔壁节目还好，没怎么笑。四那段再让我听一下。94，答对了，耶！哈哈，好，四其实是我们新朋友啊，是谁啊？让我猜一下，唐九州，小唐是不是？是的，耶！我又答对了，九州。所以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听到很多我们十万兄弟的这种不同的笑声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来留言哦。然后想听到哪位朋友的笑声，我们下次也可以给大家截取出来，好不好？
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下一道题啊。这一道题呢，其实我认为两位真的可以一起回答，因为我觉得荒哥也不一定知道。别了别了，不要算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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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自己玩就行了。给他们看一下，同步一下嘛，同步视觉同步一下，视视觉同步一下。这张是我认识你之后我见过的照片，啊、所以绝对不是这张，啊、绝对不是，排除掉。啊好。然后呢，这一张我觉得相对于这两张来说是比较近了，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有导游证的时候了。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不是的，连我以前是个导游都知道了。这两张应该是那个十六分之一比赛的时候。哦，我猜是的。哎哎，有点道理啊、哦！我不能给提示，你来吧。这个这两张，我以我对欢乐的感觉啊，或者是一个弹幕上面选 A 的比较多。对，我就想选 A，、因为 A 这个配这个构图和这个后面那个光很容易让当时觉得这张照片好看的欢乐觉得这张还可以的。这张更像是侧拍，因为后面凌乱的背景，我觉得以欢乐的完美主义来说，他不会选这张，就选 A。欢乐自己知道吗？我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但以我对我过十几年前过去的了解，我觉得我也可能会选 A， 因为它画面干净，对，凸显的是我这个自己，对，帅气。我那时候觉得自己老帅了，拿个吉他，哎呦，戴副眼镜，那时候太凌乱。你怎么这么了解我？我选图的心思你都知道，你还玩不了。然后结果选的是 B， 我当年咋想的是？是的，选的是 B 啊、哦？真的吗？对啊。哦、好的，我也是。所以刚刚刚刚你们聊的那一段，我真的觉得你们在聊什么？真的是病吗？对啊，你自己可以看看一下。我当年的脑子里到底进了什么？当年可能觉得这种就是侧拍的那种感觉是很不经意的。哦、如果真的是病的话呢，我就要替换一下十几年前的欢哥的思维，就是那个时候走的就是个异性少年。哦、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吧，就是我最近我们给欢哥拍的一些照片的。你怎样？你好，是你还是？不是，我没有见他吧。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我们非常随机的，什么都可以看，好吗？大家，你们只要觉得可以，我们都可以播。我给你看一下，欢哥现在拍照。对对，这个时间段大家还是下载一下《Z 世界》吧，还是啊？欢哥现在拍照还是喜欢讲究，就是一个氛围感，就是个氛围感啊。人家还出过一本书。欢哥，我还想再读一条弹幕，就你刚刚发完看完的那张在那个湖边拍的照片，弹幕说中年男人标配拍照姿势。谁说他是中年男人？他是曾经十几岁的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欢哥，正在观看我们直播朋友们，咱们弹幕上面给欢哥加个油，好不好？欢哥加油，加起来，好不好？加油，多来点氧吧，好吧。好了，下一题，那我们这一趴就过去了，给大家来看下一题。四十岁男人在直播间哭吗？我还是个少年呢，别给我整这些，你们啊。弹幕上面都在刷，别给我整欢哥加油，中间还夹杂了一些欢哥吸氧，欢哥吸氧。好，我们看下一题啊，同样还是照片题。以下的哪只猫咪是武嘉诚的微博头像呢？啊，武嘉诚哦，我知道。哎，我又不知道。等一下，他几只猫长得很像？没有想到我们会选四只长得非常像的猫吧？我开始去掉白猫，白猫不可能。对，记得是黑猫，它就是黑。对，它的猫跟它几乎是一个肤色。对，修过的图我一直说是一个肤色。啊，而且我跟你说，小武这个人很调皮，所以像这么乖的猫是不可能。可能在吐舌头和仰脖子之间，这两只猫之间，我记得是这个。那我们一人选一个答案，那怎么可能呢？啊、只能选一个。对啊，统一一个答案。我问问小五，小五，来什么？啊，给个提示。好了，有答案了。他咋说？他说听你们的，听我的。这不是白说吗？我们两个人答案不一样啊，啊，不一样啊，啊。抓到了有人现场作弊。没有。怎么可能呢？哎呦哎呦，那干什么呢？打人呢？干什么呢？查什么呢？接下来广告时间，请下载 Z 世界。我们来欢迎大家下载 Z 世界。OK， 是来是吧？啊，我问小五啊，小五哪个选哪个 ？A 还是 B？ 他选 A。好了，来选 A 是吧？我们在真的，我们不玩啊，干什么？好吧，就是我们都是这是第一题啊，确实是第一题啊。他们看出来 B 和 D 我都不知道，我要选一，选一小车，那这样子。反正咱们各选一个是吧？当然是一起选一个了。就 B 吧，选哪个五一？哦，我们选不写了吧？直接说，直接说吧。选 B， 选 B， 推小车。恭喜答对了！耶！谢谢五一，谢谢五一，这是五一的名场面。哎呀，我们来看看，五一拿蛋糕，按电梯，五一按电梯，五一敷面膜。他敷的是面膜的那个纸。他哦，他没有敷面膜，他把面膜丢掉给扔了，对，然后那张纸敷脸上。对，咱就是说，你可真是个人才啊，你啊，真人才、啊一张面膜当两次用、啊，真的，你下次把你不要的东西。弹幕在说，真的，五亿的命也是命啊。
真的无业，下次要的分给弟弟。你有钱包的时候，你把钱给我们，钱来给我们。第一个动作，做好准备啊！我说完词之后，我会倒数三二一，好吧？第一个词，兄弟，三二一，对吧？还可以解释一下吗？是对的，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每次那个喊乌苏口号的时候，都会比这个，就是没有拿酒瓶的时候拍照，都会是十万八千里，硬核拼实力。哎，乌苏啤酒，哎，冠名商在看嘛？哎，这波就不要抢了，不要抢。都会有这个动作，就是每个动作。好，可以，这一波我们认证成功啊！来，第二个，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个真的是比较抽象的了，但是又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词，两个字啊，破绽。准备，三、二，我听见你说板子了，我听见了，我也没说，我听见了。你耳朵怎么这么好？我都想问，刚才说什么？大声一点。好来。不可以拿板子，好吧，不可以拿板子，我们重新来想啊，来，什么什么什么，啥也没有，啥也没有，没有，指什么？指乌苏啤酒，指乌苏啤酒，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你来你来，好来，三二一，开始。嗯嗯，就这个，就是听到破绽，就是，哎呀，我刚刚怎么没想到呢？质疑自己，质疑自己，我。要控制我自己，好，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些动作，等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们在找破绽的时候、啊，如果没有摆出这些动作，我们是可以抓回来重新惩罚他们的。网友对我们怎么这么不友好？要说惩罚我们啊？为什么，朋友们？为什么？好，那下一个词，好吧，下一个词来，烤串儿，三二一。哎，一样的。好，这确实是这样的。这是不是？这没话说了，这个。好了，厉害喽！老厉害了，你看，我们现在已经穿条裤子了，基本上。是的。好，来下面一个啊，来野营，三。就完了。二一，不要！不是，我要解释一下。哎，这剧透了吗？没事，没关系，一点点。我们扎营的时候，我是负责支杆子的。对，我们有一个天幕，天幕因为必须要配合嘛。他去拉那个支杆子，对，支杆子，然后我再搭那个棚子，对对对，搭那个天幕，所以大家对这个帐篷这件事情的视角不一样，对对对，分工不一样，对对对，但还是同样的东西，帐篷是的，是的，哎，好，那下一个啊，攀登，三，啊、攀登，哦，什么大老爷跪着啊，跪着，好了。好，在众多的弹幕当中，我看到了两三条非常公正的，大家都说可以先接受惩罚，然后再给予奖励，我觉得是 OK 的，好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播放一段那个视频，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一段手指舞，好不好？手势舞，手势舞啊。行。现在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帮我们把关注点一下哦。我跳这个不油吗？我这么长啊！好，没了。学会了吗？当然没有了。学会了？想什么？我刚刚看欢哥跳的挺好的，我跟着跳。哎，欢哥、啊、底下评论说欢哥好熟练哦。哎，平时自己在家有在偷偷就是练习吗？只能我每天在家里就在干嘛呢？你这抖音发什么？这整的我奇奇怪怪的，可不可以把那电脑放在旁边？我们给大家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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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对对，因为这个太难了，我们视线瞟一瞟啊，来，先瞟瞟，来准备。我们可以再学习一遍，然后我们再跳，可以吧？再学习一遍吧。来，你这样子给我看五遍，我现在这个高原状态下，我要说实话啊，脑子嗡嗡的。来，再看一遍就够了啊，来准备啊。他嘴要这样，嘴巴要这样，老师在说话，有好像没说话一样的。大家觉得你不会吗？他好像也没说什么的感觉。好，我们试一次啊。好，我们试一次。不跟着吗？跟着吗？跟着。我们放音乐，你们自己发挥也行。啊、自己发挥可以吧？我们看着镜头，效果好一点。好，好，大家准备好哦，要开始喽！大家都在说好甜，好甜，好甜，是说他们两位在一起好甜吗？我这里他们说我真的要去游了。我跳这么纯情的舞蹈也要去游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哦，对不起。没有，欢哥，你做这个动作就还好，你比这个的时候，我以为你们鼓掌。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说手忙脚乱，可爱死了。说实话，跳的怎么样？
实话，大家说实话跳的怎么样？大家就是大家说欢哥表情管理非常好，大家说。你看我刚才跳的怎么样？他们说一甜一油，说是我油还甜，肯定是你甜我油啊。大家都说欢哥很甜，甜出我们属于克拉玛依，现在是怎样吗？大油甜，油甜，哎，大油甜。什么梗？油田 CP， 真的油田 CP， 有了。来，请把油田 CP 打在公屏上，家人们，你们不打的话，请去下载 Z 世界，谢谢。好啊，我们下面这一轮呢，我们会有一个那个你来比我来猜的小游戏。好 OK， 嗯，我们现在可以来选择一下谁来比谁来 猜，好不好？我猜很厉害。好，我比也不，我猜非常厉害。好啊！你们这属于人身攻击。我的粉丝朋友们真的好厉害、啊。你觉得我们俩会开心吗？博远当然会开心，因为他是高糖，超级甜。我靠，直接抗糖自己。你抗糖不行。好，来。好啊。我不看，你给他看完词干啥去？好，我先给那个粉丝朋友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词是什么啊。好的。来，给欢哥。我这个好难呢啊！这个好难呢，没问题。我看到了，看到了。可以，好，来，来，可以了。博远，四个字，四个字。哎。我们一起去干嘛？第一个字什么？第一个字，第一个字，不能讲第一个字，它是一个词语啊，一种行为，行为。对、啊，我们一起去干嘛？这个不太笼统了 是关于旅游的吗？答对了，答对了，就刚才你最后的两个字啊，一起旅游。不是，有两个字是对的，旅游。对对对对、啊，然后我们俩是什么关系？旅游兄弟。啊，不，我们不光是兄弟，他的关系比兄弟稍微浅一点，他是旅游搭档。哎，旅游伙伴，不，第三个字对了，旅游搭什么？旅游搭子，耶、yeah ，这都能对，答对了，耶、yeah ，有一点点小偏差，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好，下一个还是博远来猜吗？不，我一直猜，一直猜，好好好，我看一下，要不要猜？你要猜什么？啊，不用，三个字，看我这个行为，网上曾经很火的时候，一样，对，耶，耶。默契 ，easy， 拿点难点的。好，下面这一个啊，来。好了啊，几个字？四个字啊。关于什么？你想象一下，我是个女生，嗯，然后我想对你表白，然后四个字，就一直。含情脉脉。这怎么猜得到啊？厉害了，其实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让欢哥再对着镜头表演一下那含情脉脉。那么大，嗯。小鸟依人。委屈你了，我我就跟我一样的大。对不起，还好他在。这个确实是答对了，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弹幕。嗯、刚刚就是欢哥就是给大家表演含情脉脉的时候，弹幕在说你不要过来。你们伤我太深了，家人们，你们伤我太深了。可以可以结束动作，真的。好了，你看大家也都在说这是怎么猜出来的，这也猜得出来。这就是默契，兄弟间的默契，是不是？来，你也可以。下面这一个啊，嗯。哇哦，好吧，来吧 ，Come on， 哇，哎，太简单了，有点四个字，四个字。我们上一站去了哪里？成都。吃的是什么？火锅。中间有一个火锅 ，Yes， 对吧？能不能难一点？节目组，能不能难一点？下一个，能不能？哎，我还想再给两位说一下。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弹幕？不是，因为刚刚你们不是一直在用那个午夜的人形抱枕吗？啊、然后弹幕说让午夜不要看直播，都是恶评。这是谁啊？这是武嘉诚的衣服。然后说节目组有多神奇，你做个两面好不好？让武艺和真的聊一会儿吧。真的，你俩聊一会儿。好了，说白了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小五这张全白色衣服的？因为用到的墨也比较少，也比较便宜。哦，真会省钱。你俩聊一会儿吧。大家说融为一体了，说然后还有说武艺睡着了。武艺睡着了，武艺。我现在面壁自省啊。好，再给大家来看下一个啊。好，哇，这是一个神奇的组合。好了，可以了，几个字，很神奇啊。几个字，脑洞大开，四个字啊。先说后面两个字。好，我们平时吃的，早餐的时候，一碗白粥配什么？腐乳、啊。还有什么？咸鸭蛋。条状的。萝卜。它是有一种什么？咸菜。差不多接近了。豇豆。啊，不对，它有个词叫什么？爆什么？爆米花 ？No， 两个字的。爆什么？爆炸。对对对，那个字对。炸豆。那炸什么？爆炸什么？爆炸糖啊？不，没有爆炸糖。炸什么？那是一个早餐会吃到的东西。炸什么？咱俩就不是一个地儿了。对，
对，哎，我们现在桌上有什么？桌上这么多什么菜？对，榨菜，榨菜，对对。但前面两个字是后两个字，电子榨菜。不是，你怎么知道电子榨菜是个什么东西？下菜下那个下饭剧就叫电子榨菜。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称之为电子榨菜，大家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我们的节目。我果然是个中年人，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词。你现在人正在一档电子榨菜当中。哦，是这样子。哎，我还想补充一下，因为刚刚那个欢哥看完这四次说，哎，这两个东西还能组合到一起了。对啊，我觉得你们是故意整蛊，拿两个不一样的词儿放在一起。原来这有这么个词儿。有的，来。我刚刚看弹幕有在说，问我们节目什么时候播，然后说我的电子榨菜又要回来了，是不是？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官微哦，在我们的微博当中会时刻给大家来透露我们的节目信息哦，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我跟你讲，我们节目里啊，比这个好笑100倍，真的。真的，因为自己都在节目里笑到失控，当然好笑了。你以为刚刚我们用的那些博远的笑声是哪里来的？现场收录的。我是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我 out 了。好，再大家来看最后一个啊。好了，最后一个了啊。简单到我想哭，就你刚刚看到的两个字啊。那我好你看到了啊？对，我看到了，这个换一个吧，我看到了，他看到了，对，看到了，一定有个我没看到的。哎，这样吧，我们找一个，然后。就是最后一个了，我们让博远来比一下，让欢哥来猜，好不好？好，行。OK， 等我给大家看一下。好，来，硬核，耶耶，太硬核了，耶！不用看到，什么叫默契？我心里面感受到了，不用看到，感受到，哇，天哪，我这默契都真的。不用说，哎，我真的想为我想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现在拖一下时间，因为6分钟直播就结束了啊。他们撑一下时间，他们在打五，打五，过分了，我们没有要你们配合我们拖时间，我们自己在拖时间，家人们。来，你们就帮我们选一个四还是八？来，我们每人再报一条，好吧？给那个观众朋友感受一下。第四是，某女子在旅行回来后，因为太开心，意外长出新头发。好，这条大家觉得是不是假的？如果是认为是假的，都扣一波四。哎，第八条，玉米粒无论大小，数出来的都是奇数，它是裂的啊，一列一列的，在整根玉米上来的。对，一列一列的。来，各位给我们个答案。大家完全没有管你们四和八，大家一直都在刷九，九和五，大家完全没有管你们说的是什么。五，他们认为这些直播网友对我们很友好，要不我们就信他们，我们选五。我信他们选九，好吧？因为五和九，我很认真，我觉得我的智慧还可以吧。可以，欢哥每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包括在隔壁节目看到他，他给到我都是一种专业、严肃，让我觉得很知性，让你很放心吧？放心的形象来到这个节目以后，哇哦，哇哦，垮掉 ，no，这是你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不为人知，现在都知道了。我们抛掉主持这个身份以后。发现原来你是这么有趣的一个人。哎呀，我去！我看到弹幕有说，你买哪只股？我看到弹幕有说，欢哥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哦，我发现我好像能从别墅赚钱。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哇塞，我觉得我人设今天立住了，你们就跟我反着来就对了，唱反调就对了。对，以后节目里面我选什么就反向选，好吧？陈欢反买别墅靠。节目组有感情的，有感情的，免费我们是不会来的，但是我们会来的，是的，会来的，只要大家需要我们，可以消耗一下感情吗？对，开玩笑，我们都是很真诚的在做节目的，大家应该感受到，为了大家的开心，为了成为你们的电子。榨菜哦，我今天学了个新词。大家在说糖油混合物，拜拜。你们要健康生活是吧？要告别高糖高油是吧？给你们，有本事别看十万八千里，好了，有本事别下载 Z 世界。好了，那我们最后给大家喊一波口号，然后跟我们节目做一个预告，好不好？好的，来，十万八千里，硬核拼实力，我们一起相约在浙江卫视。是的，我们浙江卫视呢应该在下个月啊，具体时间我现在还没有收到。是的，他们说6月初，哎，我知道，等他官宣嘛，所以请关注我们的十万八千里的官方的账号，没有错，关注我们的 Z 世界，大家就可以了解第一手的资讯了。没有错，关注我们的节目十万八千里，超级好看。